树后面是一座教堂。说实在的，我又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，因为这边的楼啊还挺高的，把这个华沙最高的那个斯大林塔呀给遮住了。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哪个位置，哪个方向。人很多呀，哎呀，累，热，今天是真热。大家看我这后背其实都已经湿透了啊，今天能有30度。我最怕就是这热天，要了命。哎，这是绿灯，现在赶紧过。我在这树林里走吧，这树林里好像能好一些。啊，就这个雪树林儿。哎呦我天，太热了。看来呀，现在即使是在这种华沙这种纬度也不好使了，必须给再往北了。我准备去冰岛发展一下了。我在想，我14号到17号在索菲亚我怎么过呀？那边不给热爆了，那南面估计给30多度。哎呀，热。这是一对老人在这喂鸽子呢，看着了吗？哎，这怎么鸽子这么大个面包？哎呀，我在考虑是不是坐一会儿，但是这没有 free chair 啊。哎呀，那有个篮球场，看着了吗？没人打。有人我可以跟他 PK 一会儿。哎呦我操，太他妈热了，要死了，而且迷失了，我得不行，我现在真得查一下我的位置了，要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走。先找一个 chair 吧，我看看啊，没有 chair。这么大个地方怎么没有他妈椅子呢？椅子都被人占用了。